Xenia 氣足超星融資，擁有了獨特人工智能的系統，可以精確地分析出不同類型的脂肪。整個療程大概分為兩種治療，第一種是導向韻律氣壓，能夠輸出四種節奏，幫助按摩表皮和深層。整個儀器裡面有21種程式，利用正負壓的節奏去吸住皮膚，而且具備有藍色和紅色的液晶光，主要是針對表皮和深層的按摩，可以舒緩皮膚，改善循環，同時亦都可以加快淋巴的流動，刺激脂肪代謝，能夠有效地將多餘的毒素和廢物帶出體外。第二種是結合了微聲波和三角電流的技術，針對局部性的掃身，可以精確地處理到局部產皮紋和脂肪的組織。儀器採用了高能量低頻率的超聲波，令到脂肪細胞在體內產生一些微細的氣泡，而這些化學的反應可以令到脂肪的溫度上升，慢慢令脂肪變成液體化。再配合電音頻注射，可以釋放極微細的電量去激活皮膚，加快地將脂肪分解，所以是一個有效消脂的儀器來的。